大家好，我是智玩酱啊。哎，咱今天还来玩这个王者啊，咱用的还是姜子牙啊，让他们尝尝老汉的厉害。完了，中路又被人抢了。其实姜子牙打中路最好啊，让给安吉拉吧，咱们去辅助后羿。刚又去小张飞来了，小张飞，哎呀，小张飞来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你俩能打过我吗？能打过我吗？你俩嘚瑟啊，嘚瑟，哎哎，嘚瑟，去死，烟头到手，完事儿。俩助攻啊，换了俩助攻啊，来个小伙子，哎呦我去，让我老汉推一把呀，小后羿，让我老汉推你一个呗啊，小后羿啊，老汉一推，你气人吗？后羿。后羿，老汉来了，老汉一推，老汉一推，我跟你干，拼着，把后羿拿下啊！有大就牛叉了啊！有大相当牛叉啊！不怕我的大吗？啊？不怕我的大吗？啊，小样，啊，不怕我的大吗？完了，这下路归我了，下路归我了，你这玩意儿能怎么的啊？我单独让我，我去，我不是故意的啊，不是故意的，这把后羿咋给弄死了？真不是故意的啊。真不是故意的啊，一个大不小心给后羿打死了，你气人不啊？哎呦，我撤，哎，真的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老汉，哎，我去，被人轮了，还行，混个人头不亏啊。老汉推塔，完事儿，下路塔都给他推吧。哎，老汉来，完了，后羿看到我就跑了，他学奸了，他学聪明了。这后羿看到我就跑，学奸了。来，小伙子，小后羿，哎呀，我老汉往前冲了，完了让兵给干死了，后羿，张飞是好使吗？哎我去，猴来了啊，老汉推，哎，完了。哎呀，这老汉现在不行了，被针对了。老汉决定去打中路了啊，侧路、下路不爱打了，打腻了，把中路推了。现在老汉去哪路就直接灭哪路了，很简单，方方面面啊。哎呀，这老汉，猛了去了。老汉相当猛，哎，完事儿，中塔推完，来继续老汉继续推，老汉一推啊，哎呦我去，老汉继续啊，哎呀这老汉。来就干啊，
老汉继续，哎哎哎，高渐离，哎呦我去，被我老汉中了，被我老汉大招给弄中了，哎哎，老汉继续啊，往哪跑？库阿吉啊，我站住中路啊，他们谁也没办法啊，就大招呱呱就是放啊，就是搂。哎呦我去，这老汉，哎呀老汉，哎呀哎呀我去。哎呦老汉来吧，跟我老汉对啊，哎呦我去，跟我老汉对啊，老汉对，哎呦我去，干迷糊你，老汉继续啊，呱呱唧啊呱唧，哎呦我去，老汉就大招就原地咔咔就是放，他们哎拿什么跟我斗，拿什么跟我斗，拿什么斗，亚瑟去死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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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事儿，老汉撤票，哎老汉继续放大，哎哎哎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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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哪跑，哪里逃，哎呦我去，哎呀猴及时补上啊，哎哎呦你气眼不，老汉拿烟头，哎给他们气坏了都。老汉拿了五位头了，来吧小伙子们，哎呦我这烟头，这烟头给你拿的啊，哎出去回去啊，回去，老汉继续，哎哎哎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哎呦我的妈呀，去死吧去死吧，小高完了，小高没死，五代表着福啊，哈，有福，这把要赢，来吧，老汉大招啊，我大招就搁这，就搁这放着啊，哎呦我去，哎，大招不太灵啊你，我的经济是不是有点低呀、啊？继续放，这后羿看着我就得跑。看着我就得跑啊，看着我就得跑，知道不？知道不？看着我就得跑，哎哎，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呱唧拿下！追我的代价啊、哦！想追我？你追老汉？你追小姑娘呢？追老汉不倒使呢吗？完事，中塔直接推掉啊、哦！老汉继续，老汉继续放，完事了，这塔废了，夸几完事儿、啊、拿下，哎老汉继续，哎就搁这放大啊，就搁这放大，夸几啊，真的谁敢过来，就放大，就搁这，老汉谁敢过来，谁敢过来啊、嗯！跟你们嘚瑟的啊，就搁这放大啊、嗯！哎呦我去，就搁这放，就搁这放大！哎哎，老汉啊，瞧不起老汉咋的啊？瞧不起老汉是不？就放大。哎，就放那啊，就原地放。你气人不？啊，后羿整的啊，后羿整的啊！哎哎哎哎呦，哎呦哎，老汉推车，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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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亚瑟嘚瑟样的，老汉我，你追老汉，让你追老汉，让你追老汉，我嘚瑟。完了，这亚瑟太肉了，最后一波了啊、哦！这波我上去基本就完活了，他们废了，他们废了啊！没用，我上就废了，已经废了，已经废了他们。嗯，最后一波结束，拉倒啊！我也有点那啥不耐烦了，知道吗？
不耐烦了啊，不耐烦了，不耐烦了，不耐烦了，我啊，我已经不愿意和你们打，哎，完事，哎，完事啊，完事，老家拆完啊，是有老汉在，把把赢。